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仔。咱们最近不是一直在拍这个蚂蚱吗？然后有的人就私信龙哥说，就是给龙哥两 W，多500吧。然后问龙哥卖不卖？然后龙哥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蠢蠢欲动。然后我就是特别坚强的跟龙哥说，千万不要卖，千万不要卖，因为蚂蚱这个狗就是非常好，非常才一年多，非常有耐力。又非常能打，然后这个家伙是我最爱的一条狗，然后现在一龙哥一跟我说卖，然后心里还有点不舒服了。然后咱们现在就是河北天气这么炎热，咱们给这个狗场的狗解解暑，然后等一下把那个蚂蚱放出来，看看蚂蚱具体情况怎么样，走吧。这是什么？就是网上有人送他外号小王子。这是雷豹啊，给雷豹简简单单充个胆儿，让它凉快凉快。雷豹这家不出水，还是玩水的。这是黑豹，这是咱们狗场元老，它应该出水。这家。上冰箱上去了吧？这元老级还出水了咋的？这家伙长得跟那个什么上，长得跟雷暴一样。200不？凉快了吧？然后这是球球。今天情侣节了啊，七夕，怎么没跟你老公给一块儿啊？哎，让你俩祸害，让你俩就是气我，天天的咬我，我喂你俩东西吃，你俩还咬我了。刚刚在家睡觉的时候啊，就是空调我不知道怎么关了，然后。热的我浑身都是汗，我睡着了，热的我浑身都是汗，然后结果一会儿给我热醒了，我天，那家伙热的，然后起来就找水喝，然后嘴片的发白，这家伙热死我了，我今天差点过去啊，所以我醒来，来到狗场就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个狗子们解解暑，咱们现在不看着了，咱们去。还有，咱们狗场的元老皮特，咱们看看皮特现在热的怎么样了。这是咱们狗场的姨爸，也是咱们狗场的老大，也是周围的村里边的老大。可能在视频里显得这个皮特比较小啊。但是现实中这个皮蛋是很大的，站起来最起码得有那个1.6米以上。别看现在皮蛋这么大了啊，这个牙齿还是那么好。哎，这家皮蛋热的也不行了。得劲姆，这是我跟龙哥的小王子。这个皮蛋在笼子里都这么兴奋，出来不到10秒之内，不到7秒之内绝对看不见啊！这小腿蹬大了，虽然腿短嘛，但是他那个腿上都是肉啊，不是都是肌肉，特别有力气。没了吧？咱们该说不说的啊，就把这个蚂蚱跟这个皮蛋放在一块儿，你就看这个气质就神了。看这个气质，就是有没有就是称霸一方的那个气质就完事儿。咱们现在给皮蛋解解暑，好家伙，开了，完了又得抓狗。这家伙给他准备洗澡了吧？这家伙跑了。
你跑干啥呀？我给你洗澡了，你咋一天天没点的正事儿啊？又过来找球球了，球球是人家的老婆，不是你的老婆，你不要妄想就是给人家戴绿帽，好好的在这待着，给你戴人脖子，咱们去洗澡。这家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在明明前想逮着，逮到他出了浑身汗，浑身上下全塌了。这小腿别看挺短，这家跑得挺快，还得洗澡。我一拿这个水枪，这家伙就激动，哈哈哈哈！这家不洗了，怎么不洗？不洗了，不洗，不洗了！这家皮带不能看见水枪啊，看见水枪，皮带就是忍不住了，就是光想逃，不给他洗了。他俩往这一站，看这气质，我天！这家伙，皮特，知道你害怕水，现在太热，给你整点水。咱们洗澡行不行？啊，行，不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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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太热啊，就是有点心疼。这个小蚂蚱想给它洗澡吧，但是它一看见水，它特别激动，特别兴奋。我们还是算了，不给它洗了。咱们等一下，把它放进窝的时候，咱们多给它喝点水就行了。咱们把蚂蚱整回去，给这个绿雪洗一澡。这蚂蚱会窝的。咱们现在有人出价2W 买这个小蚂蚱，还有人出价3W 买这个皮蛋儿。如果非得让他俩就是做一个选择，卖掉一个，我感觉就是还是卖大皮蛋儿吧。因为大皮蛋儿，龙哥现在就是喜欢那个普雷萨加纳利那个白色的那个纯奶牛色。这个皮蛋儿它虽然大，它虽然好看，但是它不是那个纯白色啊。纯奶牛色，然后皮蛋虽然不是也是嫩，但是我喜欢它那个，就是这个脸中间一半白一半黄，它那是属于皮蛋犬，然后它那是属于皮蛋犬，然后这个皮蛋属于就是那种怎么说呢，又大又黑又生猛，这是，但是它最不好的一样就是不是白色。刚刚给它洗澡的时候，它还是有点触水啊，咱们以后必须让它就是。把这个水的这个恐惧感给那个取消，他不是刚开始跟那个叫什么铁蛋儿，他俩一块怕水，现在铁蛋儿不出水了，然后小蚂蚱还有点出水，咱们以后必须让他就是更坚强、更完美，必须让他什么都不怕，上去就是打。还有就是想挑战小蚂蚱的可以来呀，随时可以来，因为现在每天都是为这个圈网做准备啊，每天把这个蚂蚱出来跑跑、溜一溜，所以。想打的随时可以来，然后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